本影片将告诉您如何自定股票概览工具里的股票清单。在自定股票清单之前，您需要先将股票概览添加到概览循环清单里。自定概览列表的方法，请参考相关影片。在时间表面，按下 Up or Down 键以查看股票概览。按一下 Start 键，选择新增股票。输入想新增公司股票的名称或代号，并选择勾号确认后，手表会显示搜寻的结果。您也可以使用 Garmin Connect App 的快捷输入功能来输入搜寻内容，选取想新增的股票，点选股票以检视更多相关资讯。您可在这页面按 Start 键，并将该档股票设定为最爱，这档股票就会成为概览循环清单里所显示的资讯了。接下来我们主要会以触控方式操作，在时间表面向上或向下滑动到股票概览，选择概览，向下滑动并选择编辑，选择想编辑的股票，按 Start 键以删除该档股票，向上或向下滑动以重新排列股票，选择勾号以确认。您也可以直接向左滑动一档股票来删除。提醒您， Garmin 股票概览程式上提供的所有数据仅供参考，不用于交易或投资目的。以上就是本次教学，谢谢收看。